你继续来看希伯来书。我们今天会讲到属灵的生命之山。我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他属灵的生命分了三段，我们把它分三段来把它解释完。今天讲到神应许的鼓励。那我们读希伯来书，从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或者他牧养的那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呢，他非常清楚他们，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些天使啊、优越性啊，比较耶稣跟摩西啊这些一直比较的时候，他现在跟他讲说又讲到大祭司的事情，那他认为说他们不了解他讲大祭司。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们虽然信主的时间很长，但是还是不够成熟，所以他们仍然像属灵的孩子，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不能吃固体食物的，而且他们也很难分辨善恶。这个善恶并不是说好坏，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是说对这个真理的真假好坏，他没办法分辨。当然我们也了解他们大多数的都是犹太人的这个背景，所以他们很可能就以犹太人的背景来比较基督教的这个教义来讲，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们没有办法分别这个好坏在哪里。然后他警告他们呢，说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有点懒惰。懒惰的意思我们读到这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他懒惰，比如说我偷懒啊什么的，而是说觉得他们对这个他的思想上他们有些迟钝，而且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说能够花时间去了解这神的道理。所以他就讲说，如果说你不了解神的道理，你再追回到你自己以前的信仰的时候，你等于就是叛离的这个基督教，是有叛教的这个危险。然后他讲的你叛教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最后就是焚烧。那所以这个就是跟那个最后审判有关系。那真正的说我们是信徒呢，可以肯定的，我们都是应该得救的。但是因为我们处在于属世的生活中，我们现在在属世中，你有属灵跟属世常常会有中毒的。我们也常常说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属灵的征战是什么？你跟魔鬼跟你神的征战，你自己的生活的征战。所以我们应该是就是说当事人也对我们来讲说，我们的也许我们的有时候的信心是有点软弱的。那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有点难，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离开神对神的信心，或者离开属灵的生活，而去接近这个属世的生活。那很简单，如果说我应该是星期主日的时候来敬拜神，但是我有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不来了。这个事情呢跟神不是有关系的，绝对是个属世的生活，所以你就会有这种情形。那你。所以作者就对这件事情，对救恩的问题呢，有这个信心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些什么？他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们以前也读过，就是我讲过，就是说他的警告可能在新约里面是最严厉的一个。然后就是说你不信，你离开了，你最后还是没办法得救的。当然，我们也强调，那个得救并不是说是一个很确切的事，他只是做个假设。如果说你不这样的，不没有办法得到。当然他讲过这些事情以后呢，他现在这一段经文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他回头来鼓励这些信徒。那当然他讲的话很难听你说你这个焚烧啊怎么样怎么样，也许这信徒说你这样讲的话，那我就不要信，我就离开一点，我懒得听你的话，对不对？他现在就用换一种口气来鼓励他们。我们等一下看他怎么鼓励这些信徒。他也就是渴望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在他们信仰中能够成长，而不要原地踏步，没有成长。所以他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呢，其实只有四节经文，他鼓励了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慢看。确切的是说，我们基督徒呢，能够在救恩获得喜悦和对未来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在有平安，有喜乐。然后对我们的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追求的，但是绝对不是个人的行为可以追求得到，而是要有属灵的生活跟接近神，而且你要得救的确据呢是可以追随的，是我们应该能够努力的去追随去争取的去想要得到的事情。
当你信心不足的时候啊，我会不会得救？我今天做的事，或者说我从前做了很多坏的事，不错。圣经上说因信称义啊，但有时候我自己还是很怀疑。你可以想象到犹太人他们当时的信徒也是有这种想法。我有献祭啊，以前我献祭我可以感到很安慰啊，然后我的罪被赦免了。现在你又不叫献祭了，这个大祭司也没有了，你这个形式上就对他们的行为上会有些影响，但是真正你要得到这些喜乐，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是什么时候？要只有通过与基督的关系来得来的。当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好，当你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越来越有喜乐，你对越来越有信心，而不是说今天明天怎么样，有些怀疑这种事情。所以在这个四节经文呢，真正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得救是一定的，但是你要去追求你的，要怎么样相信，就说以你的信心去追求，而不是就站在那边看，希望就神已经让我得救了，我就在那等，就是不是这个样。所以他教导这个犹太人的信徒也是这个样，尤其像我们外邦人，我们以前的生活习惯，我们以前所有的信仰或者有不相信神怎么样子，但是你回头你接受基督以后，不要再回去看，回头看你以前的事情，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教导是在这里。那这些我就不念了，这是我属灵之一讲到他们没有成熟。第二讲到说你们离开神了以后，最结局就是焚烧，就是咒诅，就是焚烧被废弃。我们今天来看这属灵生命的第三。我把这第9节到12节念一遍。不过，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于你们，我们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们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是服侍他们。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忱，一直到底，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仿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当他警告这些信徒的时候，如果说你叛离了这个基督教，你离开了基督教，结局是什么？焚烧。在这里，他换句话说，你只要好好的努力。你就结局是什么？是得救的，所以这可以看到他的语气转换了。当然，前面讲的话是非常难听，你们只是吃奶不成熟，然后你又离开了这个基督教，你已经信了，你又离开了，你最后是咒诅焚烧。但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说，但是对你们，我是相信你们的结局是得救的。所以，我们来看他这几节经文的意义在哪里。刚刚讲过，他一开始用"不过"，对吧？前面讲到你会被焚烧，不过就是，但是现在跟前面一段经文比较了，然后呢，也是变从警告变成鼓励，然后呢，他作者完全相信不会有人叛教，而是什么？甚至有这种想法，所以他等于说，我虽然说了那么多，说你们不成熟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不相信你们会离开基督，因为你们已经接受了。那在这里，他用亲爱的弟兄们，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只有在这封信里面唯一出现的地方，其他都没有，他没有称任何他的读者是亲爱的弟兄们。在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对他们的关心关切是如何的。虽然责备他们，但是现在说，亲爱的弟兄们，然后呢，他就是希望呢，让他的读者能够听到这句话，好是就是牧者还是很关心他们的，愿意接受他的劝告，愿意接受他所讲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说我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实际上，他并没有讲到很详细什么表现。
有几种可能性呢，就是说有的学者提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看第六节的时候，不可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就是然后呢描述他们会有个人，因为你已经不要不可，你已经接受了悔改，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不可能再回去说我要再重新悔改一次，表示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然后第七节呢，你从讲到他讲到这个田地成长啊、收成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就是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成为信徒以后，你的生活都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表现，更好的表现。那得到神的祝福和应许呢，是因为是好的信心的行为，而且是有得救的信心。在这就表示说，如果说你已经接受神了以后，你已经晓得你已经得救的时候，不要再离开神，不要再去追随属世的事情，而是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要能够成长。结局就得救了，这个时候呢，有可以有几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说，更好的表现就是因为你有救恩了，所以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救恩跟着来的，救恩感动你，让你得到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作者对他们是有一定的信心，虽然作者是用我们，实际上也就是表示他自己。如果说我们去看有些报纸啊、杂志上说 we， 也就是说通常都是那作者写的。我这么说，但是在客气上就是说不是只我一个人啊，我怎么说怎么说，而说我们好像还有其他人，所以这是一种文学的笔法，并没有说很特别说的。这个作者一定有一大群人跟着他指责这些人或鼓励这些人，而是从他自己的思想来的。这里呢，这段经文是有点比较绕口，我自己读了半天也不是说很懂，我试试看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第十节这么说，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民所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是服侍他们。这个因为在第十节是用第二，就是开头说明他跟第九节他对他们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说了说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什么？他讲到神的事情，也讲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讲到是神的公义的品格，也是他们的爱心与善行。从这里第十节、第九节、第八节，我们这样看回来说，你如果说你叛离教，你没有救恩，实际上不是说没有救恩，而是一种成圣的过程。他主要刚我以前有讲过说啊，你如果说离开了，你就不可能再有救恩，而是一种假设的事情。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不是只去你失去了救恩，而是有关成圣的过程。当你得到救恩，有一些神会圣灵跟着你，伴随着你做了一些，你就有爱心，你会做好事善行，对弟兄姐妹，你圣灵的果子会结出来的时候呢，你还是有做些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从零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就有成圣的过程。所以你不会离开救恩，但是你要成长，这是他鼓励这些他的读者的事情就在这里。他接着说，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作者是对他的读者是充满信心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看到他在他会众中观察到他们得到救恩所伴随的一些事情，在他们看到有些人就是说灵命上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上有改变。当然他说的不是说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我因为我悔改了，我信了，而是伴随了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你信了基督以后，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也许今天人家看不出来，但是在你的生活生命成长中，人家会慢慢看出来，你的生命在改变，你是基督徒，你有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这就是说你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当然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信了基督明天就完美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性在我们心中是一直在隐藏在那里面的，只有圣灵的感动让你慢慢慢慢把这些黑暗的事情慢慢慢慢去掉，然后有光亮光明出来，这就是一个是
在这里呢，他有救恩呢，是发现一个特征，就是说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你们的工作，而且他们是你们是以他的名表现的爱心，他就是神的名，神的名啊。我们来看这几节这两段经，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讲到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呢。有些版本翻译成这样：第一个就是神并没有不公义的忘记了你们所做的事情，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情，他把你所做的事情一笔一笔都记下来了，他了解你，他看了认识你，知道你的所心所为，他都会记下来。而且呢，也不是说因为这，另外就是说神不是不公义导致他忘记，你反过来念，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情。那就是说，他是用这种负面的来讲神的公义性，神不会忘记。其实你真的理解的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你做什么事情，神是一笔一笔一笔都把你记下来，不管你是好事是坏事。就像我们这个，你有那个支票本，对吧？你记账是有开支有收入，你总是希望你的收入超过你的开支。对不对？所以你在神的面前，神有一本账在那里。你做好事做的，你做他喜悦的事情你做了，他说他不喜悦的事情做，他总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就是说，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接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加的地方是一段一段的加钱，减的地方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支出是越来越少，所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然后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是越来越少。这也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你成圣的过程。你当银行账户的时候，你看你的存款是越来越多，你是多高兴的，对不对？你现在说在神的账本里面，你的神喜悦的事情越来越多，你的这个你的身份地位也是越来越，在神的眼里面是越来越值钱的。所以这也就是说，他只讲到说神不会不公义的忘记你。那当然，这作者在这里并没有讲到说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有他们所做的爱心是什么呢？当然，有的学者就把这个第10章32到30节说呢，因为他们曾经同情过那些被迫害的，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的人，而且呢，他们也因为这些事情，他们自己也受了苦。所以他讲说，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爱心。所以，有的学者说，他虽然现在没有说明，在第10章中他会说明这件事情。可以想象得到，当你有愿意接济那些因为神受苦受难的人，还有你自己也因为接受这些人的时候，资助这些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受到受苦受难的时候，你还是有爱心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神会纪念你的事情，而不会把你所做的事情都忘记。接着他说呢，神并不是这个和你为他的名所表现的爱心，还有你们先服侍神，现在，所以为了他的名，以前和现在还是，就表示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不是为了自己，为了我要出名，我今天能够，譬如说我们也常常看到报纸上，或者是这个以前是报纸的。我新闻呢？现在我不知道到哪里去看，因为常常有时候有人捐款，有好大一张支票，对不对？大家站在那排队照相。那哦，你捐了多少钱呢？就100万，那100万那个大支票钱，那大家照你是就是为了你。但真正做事情，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你自己出名，而是要荣耀神。所以他在这里说的是为他的名，就是以神的名去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基督徒有时候做事情的时候，要希望就是说能够看到你真正是荣耀神的名，而不是说在人的面前你做得不错，不是，是神，你为了神而做事情。所以为了他们，为了神的缘故呢，他们表达了爱和善行。他们在这里说什么？你们已经服侍了圣徒，所以他们已经帮助了神的子民。已经就是说他过去做的事情，什么时候做的不知道，但是他已经做的这事情，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他们做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回头一看，他们现在还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的生活在基督徒，所以他可以非常的相信他们不会离开基督，他们会活在基督里面，因为他是以神的名，以神的爱心去做这些事情。当然，他们所做的事就是向神表达爱意。那当我们所做的事，这些人做的基督徒做的事情呢，是怎么样？也就是以神的名去做的，而不是以自己的名去做，也是为了神去做这件事情。那譬如说，你想传福音是怎么样？也是神的救恩来做这，而不是说你传福音是为了我要拯救你，不是你个人的去拯救这个人，而是神的福音拯救这一个人，让他能够从罪里捆绑脱离了，然后接受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他的灵命改变了，他的生活也会改变的，而且他有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一个神的工作，神的福音，是神的爱心，而不是你有爱心啊。在这呢，当然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作者也提醒到，就是说肯定他们会得到神的祝福。我知道你要在这里可能都信主都比我久了很久很久的，你们自己可以回想一下，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接受神有爱心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是平安，是喜乐，是神给你祝福，而不是说啊，怎么今天我又要奉献，还要奉献多少啊？哦，今天是我要去帮谁做什么事情？你要这些事情，你就有点那种心里边。但是因为你以神的爱心做这些事情，你不会觉得苦，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因为神给你很多的爱，你愿意把你的爱去，这些神的爱跟人家去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帮助这些人。那这就是说，神会一笔一笔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他不会忘记你。所以作者在这也看到他们犹太人的时候，虽然他们还有，也许有人说想要说啊，我还是回到犹太教比较好。你这个我实在不相信你这个能够做的什么。所以他这就讲到说，你们不要回头，而要继续往前走。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七节、第八节做个对比。第七节、第八节讲到他们的工作是以农夫来比较，收成好、收成不好是怎么样？收成好是有用的地，收成不好呢就被废弃了。你想想看，有没有人会到沙漠去种地？都不会吧？你要找的就找那个平原、土壤肥沃的地方去种地，那是你会有收成。当你没有收成，就水没有的话，那这个就变成废地，就没人会再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啊比较。他现在讲的说，你们表现你们的服事、你们的爱心，等于就是说你有收成好的田地，是神的祝福，让这些事情都能够发生。那真正的读这个作者呢，在读者的这个生他们的生命中呢，看到他们有得到真正属灵的果子。属灵果子很简单，这里讲的就是爱心嘛。他是以神的爱心去分享，去服侍其他的圣徒，其他的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而且他是以前做，现在还在做，表示说他以前做了，现在还做，以后还是跟着会去做，而不会离开这些事情。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他们还是蛮有信心，虽然责备他们、警告他们，是因为他们信了主很久了。我们以前有提到，他们信了很久的时候，应该是做成什么样老师了？最起码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人家的榜样，而不是说，哎，你这个基督徒跟我没有信主有什么不同？而是人家看着你基督徒，哇，你的生活、你的道德水准、你的言行举止跟人家不一样，是值得我效法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不仅不是说你要我只要我要当老师，我就是站在讲台上能够讲经啊，能够教组织学或者在讲台上证道啊，不是。但是你的生活品质、你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能够影响你周遭的人？
这也是一种教导的方式，而是在无形中慢慢的感化人家，让人家愿意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愿意接受主，成为基督徒。这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说要活出基督的样子。你真正活出基督的样子，为什么？不是你长得好看了、啊，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啊，越来越潇洒了、啊，你知道？而是让人家能看到你有基督那种，有神的爱，有神的这个属性慢慢在你生命中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接近神，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也就是你成为基督徒啊，活出你的这个基督的样子一样。所以他在一个相信的，他们不会离开基督，而且坚定的相信他们不会。那十一节、十二节是这么说：你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忱，一直到底，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在这里呢，在希腊原文呢，有一个词介系词没有翻译出来，很多版本也都没有，就是说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希腊文那个词呢，可以解说是但是或者汉啊 and 这个意思，就表示这一十一节十二节是跟前面是有关联的，而不是单独的，啊，成为一个对比的时候，他说不错，你们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在服侍圣徒，但是。我深愿你每个人怎么样，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有爱心去愿意去服侍神的子民，以前做现在做以后还是会做，所以他就说我深愿，但是我深愿就表示愿意，就是说他们之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也希望就是说能够鼓励这些所有的信徒呢，每一个信徒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要去做这件事情，都要以神的名以神的爱心去对待你周遭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他们在这里讲的他深愿的意思。然后呢，虽然他们的爱心值得称赞，但是他还希望说你们从爱心里还要发扬出去做别的事情，而不是只有爱心啊！我今天照顾这个，我侍奉这个，然后其他事情都不管。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我是因为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忱，一直到底，使你们盼望可以得到完全，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仿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刚刚讲到你要做榜样，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信主信了一段时间，我们最近有常常有新的朋友来了，你能不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他们看到，哦，你这个信徒不错，你这个基督徒啊，真的是很虔诚，做事情也是很有神的智慧在那里，是不是能够让他们成，哦，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成为你成为他们所效法的榜样，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而不是说，哦，我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我得救就得救了，而没有办法真正活出基督的样子。这也就是在这十一节、十二节，这作者所希望他能够劝勉这些人能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慢慢来看这段经文，深愿的时候是作者很期待的，很盼望的那种感受啊，那就是说，你可以从他这种，你仔细去读了，深愿就是他确切的希望，恳求这些所有的读者，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现在希望他们呢，你们以前有爱心，你们很热忱，你服侍过去、现在、以后、将来都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同样那种心态来做这些事情，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只有这爱心表现出来。所以他盼望的时候，他说
对这有充满，表示他们现在还是缺乏一些盼望。因为什么？一直到你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所以可能那时候有人的信心开始有点动摇。我真的会得救吗？我现在又不用献祭了。我以前信仰，我可以是每个几个月我就到这个祭圣殿去献祭一下赎罪啊什么的。你现在都不需要了吗？我只要认罪一次就可以就得救了吗？所以他们有可能有这些不能够很确切的相信他们真正的得救。其实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许有时候也常常也会有这些想法出来，就说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你可以表现出他们有这种盼望，所以他希望他们有这个深深的感受，希望他们能够能够这个信心能够成长，表现同样的热忱的，就是这里可以讲的，就是说我希望你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勤奋。这里讲我们中文版翻成是热忱其实如果说你看原文的话，就是一种什么勤奋，不要偷懒，所以底下有个偷懒在那里，所以不要懒惰。这热忱就是说你要很勤奋的，譬如说我做个广告好了，你很勤奋，像大家那哪个9点半就来这上这组织学，对吧？然后回家读经祷告，这都你是很亲的，跟神的亲近的，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你应该有这种态度，而不是懒惰在这里。所以他说，你要有同样的热忱，就同样的勤奋。你们以前有爱心，现在有爱心，以后我相信你们还是有爱心。但从你们这些爱心的表现之中呢，我希望你们对其他事情还是有非常的勤奋，有同样勤奋的热忱的去做这些事情。当然，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你所做的言行举止呢，也就是说，你要很认真的去做，对待神的事情呢，是要很认真的去侍奉。对神的事情要很认真的去做，而不是今天怎么又轮到我了？我做招待，真的是很讨厌。我就随随便便做就好，反正今天的这个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对付过去就好，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尤其在侍奉神的事工上面，与同工的搭配，与神的喜悦神的旨意来做事情，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旨意，那所以要勤奋的去做，要把这件事情当做是第一位、最高的这个讲的priority 这样去做这件事，而不是说我只要有时间我才去，没有时间我就先做别的事情去。这是一个，他是希望他们有同样的热忱。在这里呢，可以想象得到，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热忱。但是你不能说一概全论，而是怎么样？热忱都是因人而异。我们在读保罗书信，我们也知道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因为你每个人的恩赐，你怎么样去热忱的去服侍神、做神的事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应该做，而不能说以群体，我们这些，我们一在一起，都来侍奉神，都用同样的方法去侍奉神，这不是你每个人都因为你自己的热心、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你愿意去侍奉神，愿意去在教会里与同工搭配来做神的事工，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得到的事情。这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在这里说，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忱，而不是说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而是以你自己的恩赐能做什么事情就去认真的做，而不是说敷衍了事，把这件事情做完，而是认认真真的去做事情。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在这里可以表现同样热忱，不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而是你自己的事情来恩赐来做这些事情，一直到底。如果说你看英文本哦，这个一直到底应该是这个第11节的最后一句话，而不是前面。我们把中文本把它摆在中间呢，
所以在这里讲到一直到底，好像跟你热忱啊、盼望不太有一样。所以在英文版本，它是摆在后面就可以解释的。我们把它看一下，这个到底呢有不同的解释呢？有些人认为呢，就是信徒的生命终结，所以你要热忱，要侍奉神，一直到你怎么样咽下最后一口气。还有的学者就说，认为说你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等待耶稣再来的日子。不要放弃，那不管你今天的有多少的气息，就是在这里认真的做事情，在等候耶稣再来。我们也都是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盼望耶稣再来。但是你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你是希望说什么？耶稣看到你，你怎么是这样的基督徒？你怎么是这样的门徒啊？而是希望说，哦，你是真的一个忠实的，怎么样，仆人，你为我的事情忠心，啊，就好像那个福音书有记载说，我给你什么 talent，10个 talent，500个 talent 怎么样？你做了多少事情？最后你是把你的 talent 是埋在地底下吗？这就是说看神会不会做。所以在这里说你要坚持到底的时候，你的。所做的事情，应该是你以你全身一生一世来追随神，愿意做神的事，而不是说我今天做了3分钟的热度，今天高高兴兴我就做了，明天我就不愿意做了，然后怎么样？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很多学者认为说不错，我们都要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但是以短暂的时间来看的话，应该是你以你自己的一生来。奉献给神，因为神爱你，神接受了你，你愿意回报神的爱的时候，就是要坚持到底，一直到底侍奉神。这里继续讲到说可以完全实现的时候呢，应该是。作者他知道有些事情呢是可以来分享，基督徒应该可以分享的东西，所以你的盼望是什么呢？在原文的完全实现呢，就是一种很确切的这个确据证据，那是说你完全的相信，你完全的没有疑问。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刚才提到。也许在我们信主不久的时候，或者常常会有一些我所作所为，回想我以前所做的事情，我真的会得到神的原谅。我们也就是说，常常有些争论，就是说，一个死刑犯到最后，他说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会认为说他会得救吗？以人的眼光，这人怎么会要作恶多端，最后是被判死刑，然后你说他最后还是怎么？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得救。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是神。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出来，你真正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坚定我们的信心，而不是摇摆。碰见一件事情，哦，这个好像不太能够接受，然后就离开了。不是，你往。重点，所以在这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作者希望他们的灵命成长，成长什么？是你的信心成长。我们讲到说，一棵大树能够长得很高，不会被风雨吹倒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它的根是扎得很深的，碰到任何暴风雨，它不会倒的。我们也讲到，那个红杉木，我记得以前好像有跟大家分享，红杉木的根不深，所以又会倒。但是呢，它们怎么样？聚集在一起，红杉木啊，红木啊，它们的根不深，但是它们有一起聚在，它根是错综盘的，就是因为它们在一起，这一起的时候，它们不容易跌倒，互相扶持。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而不是说我只要我自己能够圣经从头背到尾，从这个创世纪一直背到启示录，每一章每一节我都能够背下来，那
那是你自己的灵命的成长。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扶持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大家在参加团契小组应该所做的事情。那慢慢慢慢大，每个人都能够从那个成长，然后你跟着慢慢慢慢往下走，而不要遇到一些暴风雨的时候就受到影响，就跌倒。这是一个确据，也是一个确信。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头，他一次献祭完成，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这是一件事实，这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不管任何人、任何宗教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是绝对为我们的罪牺牲的。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庆祝他圣诞节，我们庆祝他诞生，但是我们更确切的是什么？庆祝他的复活。复活节是绝对的有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人讲什么事情，如果说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信也就是白信。这一件事就是一个确据，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的肉身都会毁坏，但是我们有怎么样永生的盼望，我们的身体会变化，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盼望。当然，作者也看到他们的读者不错，他们得救了，但他们对这些盼望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很怎么样，很牢固，也许会有动摇的事情，所以他就是说希望呢他们能够一直坚持到底而得到这种盼望，而是有确切的相信这个盼望。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些人呢可能是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我们也提到过犹太教他有很多仪式啊，这些时候他们有大祭司啊为他们献祭啊什么，所以可以他们可能就是说相信现在没有这些了，我真的是能够得救，所以他们有些怀疑的态度在那里。但也这个就是在这里呢，作者鼓励他们不要有这种想法。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你还是回顾你以前的生活行为所作所为的时候，你实在是不能够看到你的盼望在哪里。那你如果说我想到我以前所做的事情，我真的是有得救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时候会有想法，要以前做的愚蠢的事情，现在是不是还会再做呢？不会再做了，那就是你成长、你成圣的一个过程在那里。接着说十二节就说，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忍耐承受血。不要懒惰呢，是对这个热忱，就是刚才我们讲热忱，在原文讲是勤奋的意思。你要勤奋，不要懒惰。那在希腊文呢，在第五章十一节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在这里翻成什么？懒惰，在那边翻成讲的是迟钝。在第五章十一节讲到他们是什么？听觉迟钝，他听不懂。他跟他讲这大祭司的事情啊，耶稣是大祭司啊，这些他们听不懂。所以他们的听觉者就是理解力迟钝的。当然了，那是已经是一种事实了。所以他警告他们说：“你的这个，因为什么呀？他们的灵命没有成长，还是吃这个喝奶的。所以对这个比较有深度的这些神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会听不懂，就是说有点迟钝，反应迟钝了。所以呢，如果说他们不改变的话，就会一点成长都没有，他就没办法成长。当你没有去运用你的脑子的时候，去思想神的话语，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没有在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读经文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好像也是怎么读都读不懂，白纸黑字都写在这里，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你把它串联起来就搞不清楚谁是谁啊，这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说都搞不清楚。但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圣灵会带你一点一点的看到不同的事情。你要以最近我们现在
读也仍然小时候在读马可福音。我们以前有常常就读了一些这个经文读过去，就啊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在我们研读的时候，发现那些字句里面有它的意义。一遍两遍，慢慢就讨论出来，就看得到。所以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上，你就会有这个，你的不仅是听觉上的继续迟钝，而是你变成慢慢的了解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但是呢，现在这作者开始说明了你要怎么样避免这种迟钝或这种懒惰的情形呢？他就开始说了，却要效法那些，所以要以这个有人的榜样来做这些。他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看，当作者将勤奋或者是热忱或者懒惰做的对比的时候呢，在第五章十一节说，你们学起来很慢，很迟钝，为什么呢？是重点是他们属灵的什么了解深的这个辨别能力差，而是呢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我不愿意去思考，你只要告诉我答案就好了。你看，小孩子做功课，一加一等于二，我不知道，妈妈你告诉我就好了，你帮我写这就好了。那我知道有的小孩，我也听说过，就是说父母亲就是小孩真的是贪玩呐、啊，到最后作业交不出来的时候，三更半夜怎么样，爸爸妈妈帮他写，他只要抄起来就好了，对不对？那就是一种思想了，您这个变得很懒惰、很迟钝了，没有办法真的去学习这些事情。那第六十二节说的，我不希望你变得懒惰的是，重点是在你的行为，你所作所为，你基督徒的行为，你的成长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慢慢成长，从你喝奶变成吃比较软的食物，最后你能够吃固体的食物。那每个人都养过小孩嘛，对不对？要现在还有带孙子就更有的了。要小孩子出来就是喝奶，最后你给他 baby food 以后，然后叫他吃固体的食物，要自己吃这些，最后他自己能够拿自己喂食，也不用去你再照顾。这也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在这里。那如果说他懒惰在那，就是不想你得喂我好了，你一直喂我，一直喂我，那他就是不会学习这样。所以在这里去。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偷懒，不要让人家告诉，而是要自己去很勤奋的去学习这些事情。所以在行动上呢，不要懒惰，而是要勤奋。所以他前面说，你热忱就是你要很勤奋的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只有在爱心上，而是其他事情在你灵命成长上也要慢慢去成熟。然后他说要效法什么？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一切的人。当我们刚刚也不是说基督徒了，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模仿。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读书有没有写毛笔字？写毛笔字你要做什么？临帖，是模仿。那个底下字是贴上，你不纸写了，用那毛笔字写。我知道有的人是这字写得很漂亮，这是真的是我那字写出来真的像，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叫我练练，我真是很难的，那个是很麻烦的啦。但是就是说你要去效仿这些事，人家写的好的字，你说言承旨意，就是说这些好的字帖拿出来看了、描写了，就是这里就是讲到说你真正的是要去模仿这些你所那些有信心很坚固的人，就是要跟那些有学习、那些有在基督徒里面的他的道德属灵观有关联的，对说对基督的教导很了解，他自己属灵的生命也很成长的时候，你要去看到这些人，你要去跟他学习，要学习他。但这些人呢，就成为什么样？尤其是这个灵命不够成熟，或是刚刚信主的人。你就变成他的领导，带着他们想导你啊。譬如说你去参加旅游团，对吧？你都是跟着谁？导游走嘛。
那导游拿个旗子你就跟着走，如果导游旗子不见了，你又找不到他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导游对那个地区他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能够领导你。当我们这些刚刚信主的人的时候，他要找到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够模仿他，能够跟着他走的时候，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刚刚信主，或者是说灵命不够成熟的人一个榜样，带着他们慢慢慢慢走上成熟的道路，从喝奶吃软的食物，最后能够吃到硬的食物，然后也能够把神的道理、神的话语能够教导别人。这也就是说，希伯来书作者他的盼望，他深深的希望他们都能够做这些事情。这些我们也可就是第三点，就想说，也就是刚才讲，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经过信心，能够经过这些磨练的时候，能被这些人提供，变成人家其他人的榜样。但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呢？承受应许是表示什么？自己愿意接受这个应许。很简单，我们都知道是耶稣为我们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救恩，对不对？我上次有讲过，你把马牵到水边，你没有办法强迫他喝水，他要自己愿意去喝水，对不对？所以你传福音不错，你传福音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个人要开口承认，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才能够得救。你不能把他抓着，你签个字，你说你那没有用的啦。所以在这里说，你要承受应许，不是说我给你就是了，而是你自己愿意接受。那我刚才讲，就很多人像我，就是说，跟我们传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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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不开口，不愿意接受，没有用的。你要这，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承受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是你自己愿意接受。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基督徒，都是已经接受神的应许了，所以你才有盼望。如果说你没有接受这神的应许，你没有这个盼望的。但是也是要通过信心和忍耐才能够完成。信心是什么？是看不见的东西，就好像他可以看见。你说你见过耶稣吗？没有。你见过耶稣钉过十字架那个惨样吗？没有。但是你是在电影上看，那是人家描述的，对不对？那个电影没有拍以前就没有人信主吗？不是啊，还是有人信。你看我们读福音书，你们昨天晚上还讨论过多马，对不对？多马说什么？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我要去看他的手，我要看他的脸。最后他看到了，耶稣对他说：“你看到才信，但是没有看到而信的人是更有福的。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什么？好像我已经看到一样。这就是你的信心。”另外讲到这忍耐的，就是要耐心等待应许的实现。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一天基督会再来，耶稣会再来，然后呢，我们会被提，有不坏的身体，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盼望。我今天在世上，我的肉体会慢慢慢慢的衰退，身体的机能是慢慢的不好。对不对？尤其年纪大了，就是要看医生啊、吃药啊，这些都有的事情。不管人都是逃不过这一段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有一天我们会见到耶稣，我们的身体会变化，变化时就永生的，不会烂的，不会坏损坏的。这就是要耐心的等待。你不论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耐心，知道神的应许不会变的，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应验他所应许的。当我们有信心、忍耐等候的时候的奖赏，就是神给的应许。
你的小孩子过生日，对不对？刚过完生日，他说我明年过生日，你就等吧，再等一年吧。啊，你要什么礼物，等一年嘛。那小孩就慢慢等，慢慢等，到了生日快到的时候，妈妈、爸爸，你什么时候给我这个礼物？啊，还有一个过圣诞节，小孩子过圣诞节，他不，当然没有信主那些小孩子过圣诞节他怎么，就是要礼物嘛。当然，你信主的这些小孩子可能就有一天，哦，是耶稣诞生的日子。那我们以前没有信主是，就是嘛，哦，圣诞节到就圣诞舞会。那大学时候，这是晚上一定是圣诞夜，一定是跳舞的时候，是欢乐日，是不是？对，是不一样的情形。所以在这里可以说，你是信心忍耐，就是等候神的奖赏。在这里的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等于说从第五章十一节开始，它是整个单元的时候，这里做了一个结论。我们把这些分段，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灵命分成三段嘛，对不对？灵命之一，灵命之二，这是今天是讲的之三。第一个就是说不承受的灵命，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劝勉这些信徒要长大成人，要成为一个吃固体食物的灵命的成熟的基督徒，然后呢，他又讲到你背信的危险，劝勉信徒不要离开信仰。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不要再回头去看你以前所信的、你所追随的，而是要怎么样？要努力的进到成熟，努力进到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一个信徒。然后呢，最后是什么？如果说你不这样的做，你背道了，你离开了怎么样？结局就是焚烧。那最后的审判，你就是没有份的，对吧？你就是到火炉去，对吧？就是这是，但是它只是一个假设，并不是说我今天得救了，我信了，我离开了，我就没有得救。这不是我们人看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做决定的，而是神做决定的。我们主要就是说，他愿意接受这个应许。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不管他的心态是什么，但是神能圣灵感动他，愿让他自己开口，那就是神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人要有这种想法，说啊他没有得救，他是并不是真的救，而是神在感动他。最后，他就神的应许鼓励，就第九节啊到第十二节，我们刚刚讲说，就要信徒努力不懈，一直到底。你有爱心，你有热忱，不要偷懒，而且去要效法信心坚定的、有成长成熟的基督徒，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让他们成为你的向导，成为你的榜样，跟随他们一起去在基督里成长。这就是第九节、第十二节所讲的。可以说你在第五章。十一节讲到迟钝，在这里第六章是要讲到懒惰，把这两个事情就把好像一个概括起来了，这些事情都讲在这里面了，讲得很清楚。你要成熟，要坚持到底，一定不要离开基督。这就是这灵命成长这三段这个所讲出来灵属灵的生命的这段经文在这里面就讲清楚了。所以我们来看。神应许鼓励他相信这些读者是绝对会成长，而不是说因为他看到他们的生命中有结果子，而且呢，他也看到他们生活结出的成果是什么？他已经服侍基督徒了，已经仍然，而且他是用爱心、神的爱心来服侍，而不是以个人的名誉、个人的名而去服侍。所以他敦促他们不要变得迟钝，要效法前人的榜样。在信仰上盼望中坚持不断，对吧？坚持不懈，他这个等于说埋下一个伏笔。希伯来书最有名的一章，你们知道是哪一章吗？第十一章。第十章讲了什么？信心，这个人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他等于就是说把这个。这里讲了，你要去效法，对不对？前有这个信心的人、忍耐的人，他最后是把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在第十一章，就是说，以中这个美国人讲的 Hall of Fame 的话，那就是信心的 Hall of Fame，名人堂。
在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他这埋了一个伏笔。尤其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非常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知道谁有信心，谁没有信心。所以他到第十一章他会解释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说，你们在信心上、盼望中不要停止，要什么坚持不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灵命成熟伴随来的就是果实，救恩的果实，灵命的果实。那。然后呢，我们要效法前人，在我们看到谁的灵命成长很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去效法他。反过来说，我们自己也要成为别人的效法，而不是别人讥笑的对象，而是别人说，哦，真的是我要效法你，我知道你受到多少苦难，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开神，这就是，也就是你人生的见证，让人家能够看得到，然后你是这么热心的服侍神，忠心的服侍人。也就希望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你是我的忠心的仆人，这也就是我们的盼望。希望神对我们讲了一句话，就是你是我忠心的仆人。接着呢，我们该思考什么？我是如何表达神对我的爱？我们都说神爱我啊，那你怎么回应神对你的爱？我关起门祷告就好了，我感谢神就好了。不是啊，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经文是什么？他以神的名的爱去服侍圣徒，以前服侍，现在还是服侍，所以作者相信他们以后还是，但以这个爱心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延伸到其他的事物上去，而不是只有爱心而已。所以可以看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这就是说，我们如何当我知道神爱我、拣选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要怎么样回应神对我的爱？不是每天就是啊读经祷告感谢他而已，而是你要在行为上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呢，思考自己，我的灵命是不是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思考，想想看，如果不是，我要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如果说我不是，我的灵命还不够成熟，还是有软弱的时候，我看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有谁的灵命是非常成熟的？我要去跟他学习，这也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最后呢，我以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到14节，这保罗说的。他说什么？弟兄们，我不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了要得神在基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所以你不要一直回顾啊，我以前做错什么事情呢？我会不会得救啊？你要确信你会得救，你要确信神的应许，你要怎么样去追求神的应许，而不是一头回头看我在哪。不是的，你要追求神。所以保罗是讲，我要努力看前面的事情，不要想啊，想当初我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我以后要做什么样，我以后要怎么样得神的喜悦，这就是你灵命的成长。而不是再回头去再喝奶，这也就是我们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以这件事情为我们自己的一种鼓励。我们下一次再换一个单子，我们请王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